Deep magical trees, murmuring breeze, carry me home. Tell stories of hope, hopeless light. Tide energy thieves, laying their wreaths inside of my eyes. 风情的感觉，我们即将抵达万峰湖，大概再开个十分钟我们就到了。之前有说过，我说这趟行程叫黔西南之歌，然后喀斯特是主旋律，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看到了很多喀斯特地貌，然后我们的副歌就是湖泊瀑布，然后以及明天的田园风情。那我们今天就要看湖泊，这个湖泊被称为高原上的一颗明珠，然后是绿绿的湖水，而且天气极其晴朗的话，那个水是能见度很深的，你可以向下看一看。我们是 VIP 船，这是接待省长的船。哇！穿过云和烟，看大地温暖的风险，你呼吸，你改变，停止预谋半流年。难以想象，刚刚这个城堡居然是一个私人的城堡。刚刚还有朋友说，就是导游说呢，这个是世界十大最丑建筑之一。我只想说，丑不重要，重要是你拥有。这个像心情哎，爱心的形象。
소중했던 우리 푸른
是早上将近六点的新义，从新义到贵天津是没有直达的车，所以我要先去贵阳中转一下，然后这个早上的飞机是七点钟的。最后给大家展现一眼新义的早晨，然后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啦。成一季，若伤心刻画成回忆，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。若能回到冰河时期，多想把你抱进处理，你的笑多疗愈，让人深夜苏醒。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，像是我问你，你能否一场奇迹，你先生气而不能又再一次相遇。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难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。啊，时光更迭了四季，而宇宙不把我心意青涩的珍惜，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，如果另一个时空另一个身体，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。这个是贵州很多地方都会卖的一个冰杨梅汁，但是那天我们在夜市上看到很多家都不是这个陈友王记，因为我看小红书上说只有这家才是最正宗最好喝的，然后呢就来机场，无疑今天就碰到了，所以然后就一定要买来喝一下冰杨梅汁的首选哦。